上战争，我来玩吧。我不知道，哎，就是想往里面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再一次。哦，还有三天哦。好，你给他，你玩木木吧。那个谁 ，Sweet， 你玩木木。好妖啊！他怎么先拿小田？这是 Jason 吧？特色潜能。没有那个。哎呀，没差没差没差，你再带你自己再去。还是我选木木跟他换。我不知道，听到是很后面啦。站位站队，然后不要往里面跑，不要有一点点想往里面跑的意思。没差，我换一个打法。他是盖的还可以的，但是那这一只有时候用二段什么的，蛮吃那个位置的。二段给你猫，我扣能量来弄它。地板就不稳了。老木遇到樱木好不舒服哦，正常啊。那台服就不砍这个东西，不知道三小路服早就砍了。投五道的一个机制，哎，烦呢。认真的，认真的。看，妈的，卡住樱木就，铺完之后，好不好？看他其实真的盖得很好，不得不说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粉丝盖的真的算好的。没进，干！他这个不是，他这招不是很铁，木子。没错，你站那位置就对了。不知道他怎么同时兼顾卡位跟接近蓝圈，要先找蓝圈啊，通常要先知道蓝圈在哪里。通常是先找蓝圈，然后把那蓝圈卡住，然后不给人家进来，通常是这样。好冒欸。干了，我以为他要蹲点啊。没事，这次是干，就只是干在这里。太有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
打这种场不能有任何一个浪费大招的状况。我前面两场没有判断，干不到，太远了，可惜。爽啊！卡住，看这个篮板怎么会是我的？好猛哦！我把场卡住了，舒服。OK，小心，少子变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没有灵丹之矛，没用过半支。那我就不要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有光吗？现在？下雨天有日，我给你一个。我靠呀！啊，这样没有。你这小田盖的超好哎、欸！我操！干，再没劲要炸了！再没劲真的要炸了！我说这把再要炸了！啊，fuck！没关系，我等一下。不好打，因为能量太少了。哟，很关键。我用大回环分一颗给你们，算了。关键的时候只要倒一颗就可以了。然后开天才。啊！干，你老师开太早了，我椅子跑掉。哎，我的，刚好能量好了。啊！完了，这个不算，超亏。还好有能量回复。啊！洗把机啦，小田应该会有第二个大吧。哦，小天有大奖一下哎，完了，他看起来没潜能，应该过高，直接拿去开也没时间了。你有大是不习惯用那个快捷键哦，讲一下自己有大啊，他盖了七个火锅，应该说有两个大才对。这个，哇，干，再补那个，哎，有了。走一个，好悲啊，没能量了。哎，我地方给你哦。哇，你没接球出头，你看，好可惜，你往前了。哇，这球他们三个都内缩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